小兔蛋，小兔蛋，这是什么？小兔蛋，小兔蛋，叫美女，美女，小兔子，可是小竹棍，拍照嘞，拍照在这嘞，你要算清楚了，叫美女，美女。 哎呀，正确！来，不是套进去，走套进去 ，Yes，OK，、okay, 好，走 ，OK，OK，Let's go，Go， 我打开耶，打开不是那里，要按这里，对不对？我算你聪明哎，你看我这个备用的这个电池被你耗光了 ，OK， 等一下 ，OK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okay, 好，手不可以碰到这里，这样会，然后这里拍妈妈，拍妈妈。好，啊，手套好，手套好，不可以摔哦，摔了打你屁股哦，了不了？走，不了。电视档，反正平常那句话，电视档。准备对哦。零三九五六一四五外组的，电机电，零九一八五六一四。我们家是住我东，然后他那没有，我不晓得那个是我爸爸是说他二十岁的时候，他现在已经快九十岁了，七十年前的事情，他在这边服务。两三年，他的管理的是管理的那个犯人，所以他是对，所以应该是管理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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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所以应该是管理
很多，反正那个看着在心里很难过。就是有那个本书真的很好，后来有一个老师，好像那个应该是老师吧，他就找了一些在这边以前服务的人，找了很多个，但他后来有点像在做恐怖历史的，对，就在因为很多人都是那边的人，很多人或者是说那边的死刑犯什么被冤枉的，也是有那边的人啊，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在回顾一些历史啊，所以有做了一本书。那后来书完成的时候，他有寄了一本给我爸爸啊，那本我是看过了。看了就书名啊，这个啊有没有上市卖？你把发给门上吗？不知道哎，对，或许是他只是发给那个，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被冤枉的那些亲人啊，至亲。那本书正值得一看，只是说你看了就是会，对，那种凌虐那种犯人那种。啊、你有没有看那个眼泪啊？有一个电影叫做眼泪啊，那个蔡正南演的那个啊，其实那个哦，这个就是那个样子嘛，在郁症不好的时候。对了。
那其实比较不重尊重人权的时候啊。那也刚好了，因为我爸爸前几天看到一个自由时报有写嘛。他现在住哪里？爸爸住哪里？我们家住罗东。所以你们是因为看到自由时报对对出来才回来？对对。你从罗东来啊？真的有用。你们从罗东来啊？对啊，就是我爸爸看到那。那个报纸，我们报纸也还在在啊，我们有带来啊，报纸我们有看到，我们要把它拍照，报纸我们有看到了，我爸爸就想说他想要，他也想回忆。他现在就变成是，他现在叫他以前他说他是单身学生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结婚，所以他是单身。